还没有吃过甘肃麻辣烫的朋友们，真的一定要尝尝。目击之处都是辣椒。我今天在家做的这个，不说一百分，起码还原得有95分。这个跟四川的麻辣烫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哦。哇，太辣了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果。甘肃麻辣烫终于来了，好多小粉丝私信叫我小果，快来甘肃天水吃麻辣烫啊！这不，我人没到，但是我在家自己复刻出来啦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是吃过正宗的甘肃麻辣烫的噻。我今天在家做的这个，不说一百分，起码还原得有95分。肥牛和宽粉儿。蒜味好重，这个花生米都是我买的生花生自己炒的。来口肥牛吧，这个跟四川的麻辣烫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哦，这个要更重口味一点，更辣一点。嗯，还煮了特别多这种千张，我很爱吃麻辣烫里面的千张。哇，太辣了这个。这千张烫一会儿就好了，特别软和。还有各种丸子什么的，我放了一个丸子全家福，每一块上面都是满满的辣椒。嗯，菠菜切豆腐，还有冻豆腐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像甘肃麻辣烫里面没有这个，是我自己加的。哇，好辣！我在上面目击之处都是辣椒。来口清蒸锅。还没有吃过甘肃麻辣烫的朋友们，真的一定要尝一尝。嗯，那它已经不爆汁了，芝士鱼丸。嗯，小爆。在这里面我只喜欢放茼蒿啊，茼蒿最吸味了，特别下饭。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，开场就开得如此的硬核。太费纸了，哇，好辣！直接拌饭吧，哇啊！要是用定西的那种白宽粉更好吃，那个跟这个特别配。我记得甘肃还有一个小吃是那种洋芋片片，里面就会有宽粉，它就是这种薄薄的，然后脆脆的，会给你配一个胡萝卜汁的饮料。嗯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，它叫胡萝卜素还是胡萝卜汁，小小的，很便宜，好像那是那边的一个特色。哇，我被辣得五迷三道的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真的好好吃啊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太香了。
你们别看这小小的一份麻辣烫啊，里面放了整整两大包香料。嗯，突然发现我榨菜忘放了，还放点榨菜的。看一下这个剩的红油，我待会儿吃完都舍不得扔，可以留着下面吃。太下饭了这个。嗯，啊，嘴都发肿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我就要慢慢打扫剩下的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顿饭的话，记得要给小狗点点关注哦。你也是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果子爱你们。